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件震惊全美的事件：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造势活动中，险遭狙击手爆头，右耳被碎片击中，脸部血流如注。特勤局迅速反应，击毙了这名白人男性枪手。 然而，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的激烈批评。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特勤局局长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指责他们反应迟缓。另一方面，特勤局严正否认拒绝为川普加强维安的指控，并表示他们已经增加了资源和技术来应对日益加快的竞选活动。共和党国会议员也表示将迅速启动调查，要求相关部门官员出席听证会作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风和日丽的下午，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一片祥和。前总统唐纳德·川普正在当地出席造势活动。川普正激情洋溢的谈论边境非法移民问题，忽然一声巨响打破了现场的平静。瞬间的慌乱中，川普的右耳被碎片击中，鲜血直流。他右侧脸部惨烈的画面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狙击手竟能在四百英尺外的仓库屋顶以致命一击，险些终结川普的生命。幸而特勤人员反应迅速，最终将这名白人男性枪手击毙。这一幕被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捕捉到，并迅速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轩然大波。马斯克不仅转发了相关视频，更是公开呼吁特勤局局长和安全部门负责人立即引咎辞职。 他认为他们的防范措施显然存在重大疏漏，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威胁，反应迟缓。多位现场目击者证实，却曾看到一名携带步枪的男子在屋顶上爬行，并试图警告警方，但未获及时回应。面对马斯克的猛烈抨击和公众的质疑，特勤局迅速作出回应。特勤局发言人古利耶米 （Anthony g o y o m i 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严正否认了外界的指控。他声称这些指控错得离谱，并强调特勤局在造势活动开始前已经增加了维安的资源、技术与能力，以应对竞选活动节奏加快的情况。然而，尽管特勤局否认了未能加强安保的指控，但事件的发生确实让人不得不质疑特勤局的安全预案为何未能阻止枪手成功躲开特勤人员。 爬上距离造势舞台不远的建筑物屋顶，并在被击毙前连开数枪。共和党国会议员纷纷表示，将迅速启动调查，以彻底弄清楚这次惊险事件的来龙去脉。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议长强生 （Mike Johnson） 站在国会山庄前，庄重地宣布，众院将很快要求特勤局、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以及联邦调查局 （FBI） 官员赴听证会作证。 路透社的报道显示，众议院的监督小组已经预定要特勤局局长奇夺 Kimberly c h i t t l e 在七月二十二日出席听证会，向国会议员和公众解释这次安保失败的具体原因。特勤局的声明显然没有平息公众和媒体的愤怒与疑虑。无论是马斯克的呼吁，还是共和党的迅速反应，都显示出对这一事件的高度重视和深切担忧。毕竟， 一位前总统在公共活动中遭遇如此致命的威胁，实在令人心有余悸。在这场风波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和报道了马斯克分享的视频，并对事件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有人认为，特勤局的防范措施确实存在问题，他们似乎低估了潜在威胁的严重性；也有人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不应仅仅责怪特勤局。 但无论如何，这次事件为未来的总统安全保卫工作敲响了警钟。无论是现任总统还是前任总统，他们的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不能有丝毫懈怠。这一事件再度提醒我们，在面对潜在威胁时，任何细节都不能忽视，任何疏漏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这纷繁复杂的背景下，马斯克的呼吁和国会的迅速反应。 无疑为事件的深入调查和后续处理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特勤局必须拿出诚意和行动，才能平息公众的疑虑，恢复人们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毕竟，保护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郑重承诺。而川普呢，在经历了这场惊险的枪击事件后，他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坚韧和不屈。他在社交媒体上对支持者表示感谢。 并承诺将继续为美国的未来奋斗。这位前总统的坚强意志和坚定立场，无疑为他的支持者们注入了更多信心和力量。不论如何，这场风波仍未平息，特勤局、国土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他们不仅要在听证会上面对国会议员的质问，更要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毕竟， 这不仅仅是一次安保事件，更是对国家安全机制的一次重大考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川普依旧坚定不移，而特勤局和相关部门则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才能走出这场信任危机的阴影。美国的未来依旧需要他们的守护和捍卫。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这场风波将如何发展，又将给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希望这一切最终能让美国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强大。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唐纳德·川普 （Donald Trump） 于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 （Butler, Pennsylvania） 出席造势活动期间，险些遭遇致命枪击。 这起事件在川普谈论边境非法移民问题时发生。一名狙击手从四百英尺外的一个仓库屋顶开枪，导致碎片击中川普的右耳，使得他右侧脸部鲜血直流。特勤局 （Secret Service） 的人员迅速做出反应，将枪手当场击毙。据悉，枪手是一名白人男性。事件发生后，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相关视频，并呼吁特勤局局长和其他安全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认为他们未能及时发现并阻止这次威胁，反应迟缓。现场目击者也证实曾看到一名携带步枪的男子在屋顶上爬行，试图警告警方，但未获及时回应。这起枪击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特勤局发言人古利耶米 （Anthony g o g l i e l m i 在社群媒体平台 X 发文否认外界指控，特勤局拒绝在滨州造势活动开始前为川普加强安全防护，导致他遭遇枪击并受伤。古利耶米表示，这些指控错得离谱，并指出特勤局已经增加了维安的资源、技术与能力，以应对竞选活动节奏加快的情况。鉴于事件的严重性，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将迅速启动调查，审查特勤局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 众议院议长强生 Mike Johnson 表示，众议院很快会要求特勤局、国土安全部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以及联邦调查局 FBI 的相关官员出席听证会作证。据路透社报道，众议院的监督小组预定要特勤局局长齐夺 Kimberly c h t o 在七月二十二日出席听证会作证。川普的造势活动一直以来都是高风险事件，安全问题尤为重要。 特勤局作为负责保护美国总统及其他重要政治人物的机构，其职责是确保这些人物的人身安全。此次事件暴露了特勤局在执行其安全职责方面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引发了公众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和质疑。未来，特勤局或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和监督，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朋友，好戏开场了。这次川普险遭爆头，马斯克怒斥特勤局局长要辞职，这完全是有理有据的。首先，特勤局的职责就是保护总统和前总统的安全。 这可是连特勤局手册第一页都写明的。现在川普的耳朵都快被打掉了，特勤局却没能及时发现枪手，反应也不够迅速，这简直是在打他们自己的脸啊！试想一下，如果特勤局都保护不好川普，那普通民众的安全可怎么保障？所以局长辞职，这不仅是为川普负责，也是为全美人民负责。 哎呀，楚天说，你这话说的有点偏颇了吧？特勤局不是超人，每一次威胁都能提前感知。况且这次事件发生时，特勤局已迅速反应，将枪手击毙，这可是非常专业的表现啊。再说，你知道狙击手的难度有多高吗？从四百英尺外开枪，特勤局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处理，这已经足够令人敬佩了。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只不过是他的一贯做法，喜欢博取眼球，制造话题。话说回来，他是不是该把精力放在火星殖民计划上，而不是在这里指手画脚呢？哟，谢七七，你这话可有点为特勤局开脱的意思啊！特勤局可不是第一次出问题了。还记得二零一四年那次白宫入侵事件吗？一个退伍老兵居然能翻墙进入白宫！ 跑到东市才被特勤人员拦住，还有二零零九年那次，两个无邀请函的派对闯入者居然混进奥巴马总统的国宴，这些可都是特勤局的失误。现在又出个川普耳朵被打飞的事，照你这么说，特勤局以后干脆改名特勤随缘局算了，反正保护不好总统就靠运气吧。楚天舒，别把黑历史都翻出来了。 换句话说，你知道特勤局平时成功保护总统和国家领导人的次数有多少吗？这些可都是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就拿肯尼迪遇刺事件来说，大家只看到失败，但从那之后，特勤局的安全措施可是大幅升级，包括引入现代化技术和加强训练。你难道不知道每年特勤局的预算都在提高吗？ 二零一九年，仅安全措施预算就高达二十一亿美元。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射击就全盘否定特勤局的努力和贡献。好啦，谢琪琪，咱们再看看事实吧。事实是这次川普差点被打爆头，特勤局没能提前预警，枪手居然还能爬上屋顶并开枪，这可不是小问题。你说特勤局有一堆成功案例，但这次失败就是典型的百密一疏。 而且这疏漏足以致命。特勤局的职责就是要确保不出这次，可是这次就这么出事了，所以局长辞职这是必须的，给大家一个交代，也给特勤局一个新的开始。楚天舒，你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局长辞职能解决问题吗？特勤局需要的是全面检讨和改进，而不是简单换人。 你知道特勤局的每个特工每天都在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和威胁吗？这可是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再者，局长辞职可能还会导致内部动荡，对整体安全措施更加不利。换个思路，应该加强培训和技术升级，而不是一味地寻找替罪羊。 这次事件的枪手已被击毙，特勤局的反应已尽力而为。接下来要做的是从错误中学习，而不是一味责难。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川普险遭爆头，马斯克认为特勤局局长应辞职。这段新闻堪称惊悚大片的真实版。 前总统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造势活动时，居然差点被狙击手爆头。虽说最终只是右耳受伤、脸上挂彩，但这也够吓人了。要知道，这可是四百英尺外的狙击手从仓库屋顶开枪。特勤人员虽然迅速反应将枪手击毙，但整个过程依然让人捏了一把冷汗。 川普的幸运值可见一斑，毕竟从四百英尺外击中耳朵也算是个奇迹了。而我们的全球首富，特斯拉和 SpaceX 的老大马斯克，显然对这次事件不满。他在社交媒体上不仅分享了视频，还呼吁特勤局局长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引咎辞职，认为他们反应迟缓，没有及时发现并阻止威胁。 马斯克话里话外表现出对特勤局的不满，显然对他们的表现提出了严重质疑。现场目击者也证实，确实看到了一名携带步枪的男子在屋顶上爬行，并试图警告警方，但未获及时回应。这么说来，特勤局的确有点失职，拒绝为川普加强维安。特勤局严正否认。 针对外界的指控，特勤局的回应也是相当迅速且强硬。他们的发言人古利耶米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否认了拒绝为川普加强维安的指控，称这些指控错得离谱。他说，特勤局已增加了维安的资源、技术与能力，适应竞选活动节奏加快的需求。这句话听起来相当官方。 但也能理解特勤局的无奈，毕竟他们也不希望在公众面前失了面子。可尽管如此，疑问依然存在。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将展开调查，特别是众议长强生表示会要求特勤局、国土安全部以及 FBI 的官员到听证会作证。这意味着特勤局接下来恐怕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和压力，毕竟。 前总统遭遇枪击这种事情可是极其严重的安全事件，搞不好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川普遭枪击事件的深层次思考：从马斯克的激烈言辞到特勤局的强硬反驳，再到共和党国会议员的即将调查，这一系列反应其实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是安全问题的严峻性。 前总统造势活动居然能遭遇狙击，这说明安全漏洞依然存在，特勤局的防范措施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次，这也涉及到政治问题。川普作为前总统，他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关乎社会稳定和政治形象。而这次事件中，马斯克的表态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作为公众人物，敢于直言不讳，呼吁特勤局负责人的辞职，这种态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公共影响力。无论特勤局是否会因此做出人事调整，这种压力和质疑无疑会促使他们反思和改进。最后，共和党国会议员的介入也预示着这件事不会轻易了结。特勤局。 国土安全部和 FBI 的官员们即将面对的听证会，将进一步揭示这次枪击事件背后的细节和真相。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的内幕将被曝光，给公众一个交代。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次惊险的枪击事件，更是一次对美国特勤局和安全机制的重大考验。 希望经过这次事件，能够提升安全防范意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l d、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